梦是人在睡眠时产生的想象中的影像、声音、思考或感觉。主要发生在快速动眼睡眠期间，少数的梦会被记得，但梦不受人控制。有时候梦会让人产生创造力，或者给予每个人都会做梦。如果能掌控自己的梦境，你会想做 Omniros， 让梦境为我所用。